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开箱评测的呢，哎，没错，就是这款由静书和初音官方联名出品的初音韶华。那大家呢，应该和我一样啊，对这款作品呢期待许久了。原画画师还是我们超级牛的阿斯克达达。这款作品的官图啊，一经公布就引起了轰动，毕竟国风的初音啊本来就不算多，这么好看的呢就更难得了。当初定出去的货量呢，我记得也是非常的夸张，那出货日期呢也是从原先的6月整整延期到了现在的10月份。那么这款初音韶华到底素质如何呢？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还是需要感谢大家的不吝点赞和订阅，你们的评论和认可都会是我进步的动力。OK， 欢迎回来。那这款手办到手之后呢，其实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哎，这个初音是这么小只的吗？那一来呢，是因为静书啊，一如既往的贯彻了手办多大就用多大盒的设计。二来呢，也是官图啊，其实有很多场景布置的元素，实际的手办呢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场景的配置就是了。那除了主体的初音之外呢，承载的场景部分啊，就是一个吉字形的仿木支架，那高度呢是在25公分左右。我们先来看看本体的初音，人物的比例呢是1:7，所以其实呢也并不小。标志性的双马尾发型搭配高开叉低覆盖的旗袍。那阿斯克笔下的初音呢，身材其实毫不过分夸张啊，给人恰到好处的感觉。因此呢，即便旗袍开叉这么高，整体呢却并不给人色气的感觉。另外呢，细节上有透明质感的雕花袜子、黑色的小皮鞋、右肩的蝴蝶结配饰等，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大家闺秀、端庄典雅的感觉。另一方面呢，手中的团扇和藏于团扇后的轻笑，完美营造出了一种以门回首却把青梅秀的青涩少女感。静书呢，这次在面雕上应该还不算翻车，眼部的刻画其实非常的水灵，下半张脸的感觉呢，尤其是嘴角的角度，就是难点所在，不太好把握了。有些见仁见智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头雕的感想如何，是否满意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。说回本体的涂装，旗袍的部分呢是一个珠光的涂装，毕竟大部分的旗袍丝绸材料啊本应是如此光滑细腻的，只是珠光色呢本来就显得厚重，丝绸材质轻盈的表现啊就会有所折损了。另外呢，头发部分呢也用上了珠光涂装，我是有些看不懂啊，因为这种涂装在不同光线下偶尔会给人一种油腻感。静书呢可能是考虑到啊，这样是有一个自带高光的感觉，不过整体的手办风格其实应该是更偏淡雅一些，那这部分的效果呈现是否能令大家都满意就有些微妙了。那从背后看呢，头发的还原度啊也是相当的不错，盘起的发髻和垂下的发铺分割都非常的细腻，头发的动态和位置本身呢也构成了一种高低错落，与场景呢合为一体。当然硬要纠结的话呢，就是头发的重量感啊似乎有一些奇怪，不过呢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好看啊就完事儿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场景的部分，仿木质纹理的一个支架，整体的造型呢其实非常的差劲，也进一步冲淡了大面积的皮肤和高叉旗袍的色气感，看得出原画在这方面用心达成的平衡。这个架子呢看上去更像一个博古架，所以板子不是很宽，感觉初音坐着应该不是很舒服就是了。左右两侧的植物装饰呢有高有低，颜色上呢也相得益彰，尤其是蜿蜒的梅花枝条，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一种向上感，也拉高了视线，确实是没得挑毛病。好了，那看到这里呢也差不多了，说一下我个人啊对这款手办的看法吧。首先站在原画的高度上，静书这次的还原确实做得不错，尤其是面相相当的可以，基本上呢就已经令大家松一口气了。本体的涂装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头发的珠光涂装啊虽然见仁见智，但也不至于无法令人接受。要说我个人比较难受的点呢，就是手办本身啊自带的场景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还是有些单薄。大家看过官图啊都会发现，场景如果有更多的前后景的堆叠会更加的加分，如果静书啊能在这方面多带一些屏风之类的配件就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手办开箱呢就到这里，大家对这款初音韶华有什么感想也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也请关注、点击 UP 主和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